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登。咁今日咧又要同大家介绍一种系超级健康嘅全食物嘅营养补充物啦。最近咧消费者委员会嘅公布啦，就话好多嘅呢个鱼油丸都好有问题啊，里边好多嘅污染成分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唔够胆买鱼油丸食嘅。咁其实咧系咪一定要食鱼油丸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心脏血管健康嘅咧？咁其实咧有冇其他嘅嘢可以代替呢个鱼油丸嘅咧？其實是有的，比起這個魚油丸更加有營養，更加有作用的。那我今天就是介紹一種醬果，它就叫做沙棘。那很多人呢就一聽到沙棘呢，他們就會知道沙棘勁嘢嚟喎，但有些人呢就完全未聽過的，所以呢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食物的。好啦，那我今次呢就要跟不知道的朋友呢就講沙棘究竟有些什麼更正，怎樣可以完全可以贏曬這個魚油丸的那些的營養成分喎。好，我哋馬上去片。係啦，咁上次呢就好多朋友話叫我介紹咗 Atomy 嘅最好嘅健康食品啦。其實除咗呢個發酵嘅綠荔果之外呢，其實呢都仲有幾款呢我都覺得係相當之唔錯嘅。因為佢哋都係大家都係全食物嘅一啲營養素嘛。咁如果要我推介嘅話呢，另外一隻呢就會介紹俾大家呢，就是呢個叫做沙棘油。咁沙棘籽油呢有啲咩好處呢？咁要講故事啦。咁早起700多年前啊，成吉思汗呢佢60多歲呢都仲可以騎馬彎腰射雕㗎喎，好犀利喎。同沙棘有咩關係呢？咁原來有個故事呢就講當其時呢就遠征打仗嘅時候呢，好多士兵馬都會呢奔波嘅疲累有損傷嘅時候呢，咁好多馬呢跑唔到遠㗎啦。成吉思汗嗰時呢就會將嗰啲馬呢就會放棄棄置喺一個地方呢。咁啱有一次呢就放棄咗啲馬匹呢，就喺一個叫做沙棘嶺嘅地方。咁沙棘嶺呢個地方呢，咁之後呢就再繼續騎一啲新馬呢就繼續去遠征啦。遠征打完仗返嚟之後呢凱旋而歸又返到沙棘嶺呢個地方。竟然發覺佢哋之前放棄嗰啲嘅馬匹呢，咦，全部冇事冇死到喎，全部都生勾勾，哇好健康添喎，仲有啲皮毛都發曬光，好靚喎。佢哋就去研究嗰啲馬匹究竟喺呢個沙漠地帶佢哋食緊啲乜嘢啦。原來呢啲馬匹呢就食咗一種叫沙棘嘅種子令到佢哋呢就得以康復嘅，成個身體都健康曬，連啲馬毛都靚埋喎，閃閃發光嗰啲馬毛靚到。於是成吉思汗呢就命令啲人將呢咁嘅沙棘籽呢就採集返嚟呢，咁俾大家去食用啦。咁當其時呢咁啱丘處機又喺度呢，咁啱晒啦，咁直接搵丘處機呢就幫佢將嗰啲咁嘅沙棘呢就煉成一啲丹藥啦，幫助成吉思汗佢哋以後都可以靠呢啲咁嘅沙棘去保持健康。成吉思汗食完呢啲咁嘅沙棘之後呢，真係個人呢係精神百倍咁身體呢係好健壯。所以當其時成吉思汗呢就稱呢啲沙棘呢叫做聖果喎。蒙古人呢當呢種聖果之後呢，咁嗰段時間而另外一批人呢啲咁嘅斯巴達人用拉丁文嚟命名咗呢種咁嘅沙棘呢叫做呢個名咁意思呢係叫做使呢個馬閃閃發光嘅樹之後一個更加犀利嘅軍事農場當其時呢去到1960年左右啦，咁蘇聯同美國呢有一個太空戰爭奪緊呢個冷戰期嚟嘅。而呢個太空競賽中呢係蘇聯係一度係領先美國㗎喎，尤其是喺邊方面呢係停留喺太空中嘅時間呢係比啲美國太空人更加長久㗎喎。之後美國就喺度研究啦，究竟佢哋搞乜鬼啦，咁發覺佢哋呢喺呢個西伯利亞嗰啲咁嘅地區呢有一啲秘密嘅農場喎。嗰啲秘密農場喺度研究緊啲乜嘢原來佢喺度研究緊一啲嘅種植一啲植物喎，嗰啲植物呢就係沙棘啦。咁當其時1950多年呢前蘇聯嗰啲研究學者呢都佢哋研究到嗰啲沙棘有效性成分呢都有超過190多種喎，油裏面嘅嗰啲活性成分呢都超過106種喎。而之後呢就1977年呢中國衛生部呢都肯定咗嗰啲營養嘅價值嘅。咁同埋呢1997年呢美國嘅 FDA 都認證咗許可咗用沙棘嘅一種嘅健康食品嘅。咁到咗2002年日本呢就將沙棘呢就跌入新版嘅一個健康營養食品嘅盛典裏面㗎喎。好啦，咁到咗2008年啦，咁4月份嘅國際沙棘研討會原來有個叫做國際沙棘研討會咁勁喎。嗰時已經開始呢啲人發現到呢沙棘裏面呢發現到有超過428種嘅沙棘營養成分。佢哋發覺呢
沙棘果中里面的维他命 C 的含量，每 100g 的一个沙棘里面有800至1500个毫克的维他命 C， 所以是很犀利的，所以是被称为这个维他命 C 之王。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元素，包括那些的氨基酸、脂肪酸、各种类黄酮、这些的植物甾醇、磷脂、多糖、生物碱、这些这样多酚的化合物、有什么成分呢，我都看看大家认到哪些、我都有些都未见过，有些直情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儿茶素、花青素、花色素、好多好多好多啦，数唔尽噶。好，咁啊有七大神奇嘅营养物噶、哦。咁啊边七大神奇营养物呢？第一大神奇嘅营养物咧 ，Omega 三六九咧，应该大家都听过啦。咁 Omega 七咧，可能大家咧比较少听啊。一般食物嚟讲咧，就真系好少有呢个 Omega 七嘅 ，Omega 七啊，好少好少嘅。咁而呢种咁嘅沙棘果咧，佢里边嘅成分咧系非常之高嘅，呢个系第一大神奇之处嚟嘅。咁而第二大神奇呢，佢就係呢个三六欧米加三同六。一般嘅植物嘅三同六嘅比例呢，係通常就唔会接近一比一㗎，通常呢欧米加六係多过欧米加三好多倍嘅。咁所以呢，如果欧米加三少嘅话，欧米加六多嘅话呢，令到身体个炎症呢就平衡唔到，身体呢就会好多炎症嘅。咁如果最好嘅比例呢，就係我哋人体必须嘅比例呢，就接近三是一，六是一，一比一是最好的。咁而佢呢个咁嘅沙棘子呢，佢个比例真係啱啱好喎，就係三同六呢个比例都係接近一比一个比例喎，所以又係第二大神奇嘅嘢嚟嘅。咁第三大神奇係啲咩呢？佢原来好多种维他命嘅。咁佢个维他命 A 呢，原来係超高喎。所以呢，佢有呢个植物之冠嘅维他命 A， 又係佢个胡萝卜素啊。又是很高的，有41种的类胡萝卜素，所以呢这个这样的维他命 A 和胡萝卜素呢，对我们的眼睛非常之有帮助，因为是又是植物之最来的。好啦，咁第四个神奇就是维他命 C 啊。原来维他命 C 又是拿了这个这样的蔬果之冠的、被称为是维他命 C 之王的。它的维他命 C 的含量呢，原来是比柠檬高25倍，比苹果高150倍以上的，真的很犀利。咁第五个神奇呢，哇真的很神奇，真的很少有植物来源的维他命 D。咁原来沙棘子里面也都有这个植物来源的维他命 D， 很神奇很神奇。咁仲有一大神奇，第六大神奇，哇犀利啊。竟然呢这种植物里面是含有维他命 B12 的。好神奇喎，好少植物係有维他命 B12 喎。咁呢一个又係一种神第六个神奇啦。咁而第七个神奇係咩呢？ SOD 呢个超氧化物歧化酶，话比起人参呢高四倍喎，嗰个咁嘅抗氧化物 SOD 都好神奇喎。其实太多啦，唔止七个神奇呀，即係呢啲咁嘅矿物质呢，其实係超过唔知21种嘅矿物质嘅可以搵到。胡萝卜素超过41种，17种呢个植物甾醇。植物甾醇呢喺一啲嘅鹿茸啦里面就搵到嘅，啲鹿茸啦呢个系比鹿茸高几倍嘅呢个植物甾醇。所以系好神奇嘅呢、这个果实。好啦，咁去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啊，即系佢哋系将呢个嘅奥米加七呢系将佢申请咗专利喎。咁呢这个奥米加七呢，其实呢系奥米加三嘅亲戚嚟嘅。即是三六九是亲戚嚟喎。但是呢佢哋嘅功效呢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嗰个协同效应更加厉害嘅。嗰个奥米加七呢嗰个抗氧化同埋抗发炎程度呢系更加厉害嘅。咁所以呢奥米加七呢其实呢就同鱼油嘅功效就唔一样㗎喎。咁一般嚟讲呢，喺出面啲食物呢都会搵到少量嘅奥米加七嘅。譬如呢呢个咁嘅牛油果啦，咁坚果呢都有10几个%㗎喎。呢啲咁嘅金鲳魚呢都有10%喎，接近。三文魚呢都有几个%喎。所以呢係呢个好神奇嘅地方呢，就係沙棘呢就有呢啲咁嘅奥米加七嘅称霸㗎喎。咁奥米加七呢，佢其实呢係一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我哋身体都会制造到出嚟嘅。
尤其是在我们储存了在我们肝脏啊同埋在我们人体的身体的皮肤度是最多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皮肤的一些脂质成分来的。尤其是我们的皮肤再生的过程呢是需要那些伤口愈合呢是需要这个 Omega-7 的。修复那些疤痕呢修复得很好的。所以呢就好多的那些的护肤品公司呢都会拿沙棘来去做一些的护肤成分的。亦都有一些DIY 的朋友呢，佢懂得用一些嘅沙棘油呢，去自己做一些嘅沙棘嘅 cream 啊，沙棘油嘅一啲面膜啊，咁样去帮自己做美容啊 facial 嘅喎，对皮肤好嘅喎，原来。Omega 7呢，亦都可以有好高嘅药用疗效喎。咁尤其是哈佛大学呢，佢研究咗呢係3000名嗰啲咁嘅二型糖尿病者啊，搵佢哋去篩選一啲嘅脂肪酸啦，有400幾種脂肪酸啦，咁佢哋就發現到呢，原來呢係奧米加7呢種嘅脂肪酸呢嗰個活躍成分呢係最高嘅最有效嘅。咁所以呢奧米加7呢係可以令到嗰啲細胞啊對胰島素嘅敏感度會提升啊，同埋呢仲會將嗰啲脂肪組織嘅發炎反應呢係可以抑制嘅。咁所以呢係可以好成功咁呢可以预防到一啲嘅血糖上升啦、糖尿病嘅恶化㗎喎。咁而呢个世界著名嘅医疗机构啊，咁亦都有一个研究呢，佢话每日呢只需要摄取210个毫克嘅奥米加7呢，连续服用30天呢，咁身体嘅盐素呢竟然係可以大过 51% 啊，嗰啲三酸甘油脂呢就会降低 17% 啊。坏的胆固醇即是 LDL 啦，咁系降低咗 7%， 好的胆固醇 HDL 咧，亦都系提高翻嘅，所以咧系非常之有降血脂嘅功效喺度嘅吓。呢个图表，咁而日本亦都有研究喎，咁啊喺呢个糖尿病啦，喺老鼠身上咧就系测试呢个奥米加7啦，咁佢哋发觉咧嗰啲嘅内分泌素分泌又减少咗啊。嗰啲饥饿感啊减少咗啊，饱足度啊提升咗嘅，咁大大咧就降低咗食物嘅摄取量嘅，从而咧系可以改善到脂肪肝同埋肥胖嘅状况啊。咁总之咧就整体而言咧，咁啊奥米加七呢一样嘢咧个效能咧就可以改善到三高喎，肥胖喎，糖尿病喎，哇好神奇啊吓啊！而且科学家咧就都觉得好惊艳咧，佢哋话服用呢个奥米加三1.2克。到2.7克先至有嗰個咁嘅抗炎嘅效果啊！但奧米加七咧，只需要食到250毫克咧，就已經可以產生到相同嘅效果啊！真係相差成6倍啊！咁所以咧，佢哋話咧，奧米加七咧嗰個抗發炎嗰個情況咧，係比奧米加三更加厲害啊！即係比魚油丸更加厲害幾倍啊，6-7倍以上啊！頭先原來講漏咗咧一啲更加神奇嘅組合喎。咁之前同大家讲过有啲叫做协同效应啦，点解要食全个食物就好过你喺条鱼里面淨係抽取一种嘅奥米加三单一嘅原料出嚟好呢，因为整全食物嘅好处呢就因为佢好多嘅嘢可以做到协同效应。点样协同效应呢，原来呢係好少植物呢係维他命 E 啦同埋维他命 A 啦就喺埋一齐喎。如果维他命 A 同埋维他命 E 呢喺埋一齐呢，嗰个协同效应呢嗰個抗氧化程度咧就會更加強勁嘅喎，咁而維他命 E 啦同埋呢個奧米加9咧喺埋一齊嘅話咧，嗰個協同效應又係好犀利喎，清除呢個自由基嗰個效果又係好強喎，咁所以咧佢哋呢個組合到埋一齊咧，就產生個協同效應啊！呢個維他命 A、維他命 E 呢個奧米加9一喺埋一齊咧，又係一個一大神奇嘅一種配搭嚟喎。好啦，咁繼續講奧米加7呢對我哋個心血管有咩好處啊？咁佢可以有效降低血糖啦，咁增加細胞嗰、那個對胰島素嘅敏感度啊，即係可以減少胰島素阻抗呢個情況惡化啦，可以減少糖尿病前期呢種咁嘅惡化啦。咁仲有可以觸動呢個脂肪啦，呢、這個積滯脂肪產生堆積啦，頭先講咗啦，降低壞膽固醇頭先講咗啦，提升高呢個好膽固醇啦。咁对肥胖啦、体质啦、脂肪肝，头先嗰个实验讲咗啦，抑制发炎反应，缓解呢个代谢症候群，即系可以解决到呢啲嘅糖尿病嗰啲咁嘅问题嘅。其实好啦，咁奥米加七点样去治疗呢个胃溃疡咧？原来咧沙棘果咧喺民间咧已经系好早之前咧已经系佢哋识得攞嚟咧去控制嗰个消化不良嗰个情况啊。
腹脹啊、腹痛啊、胃炎啊、胃潰瘍啊、腸道發炎啊、食道炎啊呢啲咁嘅便秘問題喎，佢哋都識得用呢個沙棘去抗胃潰瘍嘅作用啊。因為佢裏面咧係一啲嘅我哋皮膚嗰啲咁嘅黏膜成分嗰啲嘢咧，其實佢好快修復同埋佢生長翻新嘅新肌肉出嚟嘅。咁所以咧佢可以做到一個修復黏膜嘅一啲嘅發炎嘅情況嘅抗輻射喎。哇！嗰啲太空人就係因為可以抗到輻射，抗到嗰啲咁嘅宇宙射線令到身體嗰啲咁嘅損傷咧就會減少啊。因為點解？因為沙棘裏面有一種叫五強色胺啊，呢種咁嘅元素咧，可以減輕我哋嗰啲咁嘅電磁輻射啊，例如嗰啲電腦啊、手機啊、WiFi 啊，尤其是微波爐啊呢啲咁嘅對我哋身體嘅傷害啊。尤其是我哋去睇醫生照 CT 嗰啲要小心啦，照一次 CT 等於照咗幾百次 X 光啊，大家要注意啦。紫外線嘅輻射啦，咁令到我哋嘅皮膚會老化，咁樣呢個咁嘅五強色胺咧就可以防止到呢啲咁嘅問題。以前咧係蘇聯嗰個咁嘅核爆事件啦，嗰時啲醫生啊、科學家去救人咧，其實帶兩種嘢去救人嘅啫，一個就係沙棘去救人，一個沙棘油，一個咧就係螺旋藻啊，係兩樣嘢咧都係可以對抗到呢個抗輻射嘅，所以咧當其時啲科學家就帶呢兩樣嘢去救人嘅。咁補腦喎由頭數到落嘅好啦，咁奧米加3、6、7、9，哇！呢一組咁嘅家族咧，可以改善大腦嘅供血量啦，咁幫助到啲兒童個智力成長嘅喎。咁老人家又防止呢個腦退化就好好啦，呢個咁嘅脂肪酸。好講眼啦，護眼啊，原來佢係有大量嘅胡蘿蔔素啦，類胡蘿蔔素啦，40多種嘛，頭先講過啦。咁啊，維他命 A 啦。亦都裏面有一種叫做玉米黃素喎，呢啲成分咧都係非常之對呢個眼睛係好好嘅，咁啊對啲遠視近視都有幫助，改善夜盲症啊、角膜炎啊、飛蚊症呢啲啦，都好好嘅。咁呼吸系統啦，咁啊有一啲嘅，因為通常都係嗰啲黏膜發炎啊。對嗰啲慢性嘅咽炎啊、支氣管炎啊、喉嚨痛啊。呢啲哮喘啊、咳嗽啊都有幫助啊，因為都係一啲皮膚，即係一啲嘅黏膜發炎嘅情況咧，其實沙棘油咧係對呢啲黏膜非常之好嘅。心臟啊，護心啊，護心咧有呢、這個，因為好多嘅黃酮類啊，咁奧米加家族啦、啊，3、6、7、9啦，咁可以有效降低佢哋嘅甘油三酯啦，減少好多油離基啊，咁啊心律不正呢啲咁嘅問題都可以改善到啊。咁仲有咩啊？護肝喎，護肝啊，真係犀利啦！因為有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呢啲嘅成分好足夠啊，咁啊可以幫助到個肝臟排毒啦，減少炎症喎，即係減少炎症，即係你好少好難會去到肝硬化噶啦，係皮膚啦，皮膚犀利啦，皮膚因為呢一種咁嘅沙棘咧，係對皮膚係超好，因為我哋身體本身製造呢啲咁嘅奧米加七咧，都係喺啲皮膚嗰度作用為多嘅。皮膚炎啊、玫瑰痤瘡啊，嗰啲沙棘籽油咧可以擠佢出嚟咧，就攞嚟搽嘅。其實都有買一樽樽嘅擠裝嘅，咁啊可以搽喺皮膚度啊，非常之好嘅。咁啊內服都好啦，內服又可以整體健康啦。咁啊暗瘡啊、濕疹啊、牛皮癬啊，內外都可以用啊。呢啲就濕疹內外都可以用啊。太陽灼傷可以搽皮膚啦，燒傷啊，我係搽皮膚啦。割傷咧係好快埋口，皮膚嗰啲損傷好快埋口嘅，因為佢有一個獨特功能咧，可以化腐生肌啊，即係我哋啲爛肉咧都可以生翻啲肌肉出嚟嘅喎，即係爛肉都可以搞得掂喎，所以係好神奇嘅。所以好多時以前咧，好多嘅醫生咧係用嚟做燒傷啊，嗰啲2級、3級嘅燒傷咧，都用到係呢個沙棘油咧去幫助去改善皮膚就好過呢啲咁嘅蘆薈嘅喎。黏膜因為呢個咁嘅成分咧，不飽和脂肪酸呢、這個奧米加七同埋呢啲嘅甾醇咧，胡蘿蔔素啊呢啲咧，都係對黏膜咧係非常之好嘅。咁鼻黏膜腸胃嘅黏膜腸嘅黏膜所以修復腸道咧係好有幫助嘅。子宮黏膜所有黏膜咧都可以快速咁嘅恢復嘅。是促進佢個組織再生嘅，佢連爛肉都搞得掂，你咪諗下幾犀利啦！
咁美容方面啦，因為佢太多啲咁嘅微量元素啦，又太多呢啲嘅超氧化物、歧化酶啦、SOD 啦，咁所以咧係真係幫助到抗皺啊、去老人斑啦。點解啲馬咧，成吉思汗啲馬咧啲毛會發光啊？就係因為呢啲咁嘅成分咧，即係人食咗咧啲皮膚啊、啲毛髮都會光亮啲嘅。關節啦，唔使講啦，抗癌亦都好大幫手啦。大量嘅生物活性成分啦，有原花青素啊、五強色胺啊，全部嘢都係可以對呢、這個修復呢個咁嘅身體嘅一啲損傷啊。咁所以咧係顯然咧可以抗癌作用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增強免疫力啊。咁啊唔使講嘢啦，沙棘黃酮啦，呢啲全部嘢咧都可以增強免疫嘅細胞啊，提高身體機能啊。身體機能的免疫能力都會提高的。好啦，咁講到咁好啦，咁原來都有分唔同地區嘅沙棘咧，都有唔同嘅有效成分喎。如果講奧米加七嚟講咧，含量最高咧，現時都係蒙古產地嘅奧米加七係最高啊，即係成吉思汗嗰個咁嘅地方啦，即係蒙古啊嘛，蒙古大地啊，所以佢哋嗰個咁嘅有效成分奧米加七個有效成分係最高嘅啊。除了蒙古之外咧，中國好多地方啊，咩貴州、雲南啊、青海啊，好多地方啲高山地方啦、都有。佢其他啲成分可能會都高嘅，但係奧米加七咧就唔及得蒙古嘅。咁俄羅斯啦呢啲咁嘅都係唔及得蒙古嘅奧米加七高嘅。好啦，咁Atomy 嘅合作啦，佢生產呢啲嘅沙棘咧，佢係同中方去合資啦，因為喺蒙古內地咧係要喺蒙古度種呢啲咁嘅沙棘樹啊，咁要種200,000棵嘅沙棘樹啦，咁差唔多2,600畝地啊，嗰個面積係，咁係一個叫做係開拓咗呢個鄂爾多斯啊，呢個咁嘅蒙古鄂爾多斯呢個地區啊，即係綠化呢個沙漠啊，綠化沙漠一個合作嚟嘅。咁所以咧係一個係長線嘅發展嚟嘅呢個係，咁沙棘籽油好珍貴啦，因為總之就20噸嘅果實咧就提取到呢個1噸嘅種子啦，咁而1噸嘅種子咧先至可以提取到咧50公斤嘅呢個沙棘籽油喎，咁所以咧嗰啲油咧係好珍貴啊，所以都會有呢個叫做即係液體黃金之稱嘅呢個沙棘籽油。咁啊，記得最重要咧，就要用最新嗰種嘅超臨界萃取技術喎，要用呢個 CO2 呢個超臨界萃取技術，先至可以提取到嗰個咁啊最高嘅呢個奧米加七嗰個有效成分喎。咁所以話咧，咁沙棘籽油咧係咪好過呢個咁啊魚油丸嘅奧米加三啊？大概每日食咧就2粒，咁所以咧沙棘籽油咧係一定贏咗魚油噶啦，唔使講噶啦。嗰啲膠囊漿係植物膠囊嚟嘅喎，咁所以咧係素食者都適合嘅喎，植物膠囊、植物性膠囊。好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咁請記得咧就 WhatsApp 我啦，咁免費加入呢個 Atomy 嘅購物網。好啦，咁我今日分享沙棘嘅種子油咧就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咧，就亦都可以即時聯絡我嘅 WhatsApp 我咧，咁就可以馬上試到呢種咁優質嘅沙棘籽油啊！咁非常之對大家係有幫助嘅，亦都係一個最推薦嘅一種全食物嘅營養補充品啊！好，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咧，請記得支持、點讚、訂閱同分享啦。好，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